你闭嘴。哎，二爷，哎，凤仪呢？扔大街上了。胡说八道，旁边哭呢。先别管孩子了，你给我看看这个。这什么呀？那么多字看不懂。不看也行，那你就给我解释解释，这个日本的小百合小姐是谁呀？什么百合花啊？这书上说，你在上海跟雪之城吃饭的那天晚上，认识了一个叫做小百合的陪酒女郎。哦，原来那姑娘叫小百合啊！少跟我装蒜，你还半夜亲自送人回家了呢。谁有空送她回家？明明是雪之城给她送过去的。这臭不要脸书说什么了？是不是说我跟他睡觉了？你没睡过？来，你念念念，我看他放什么螺旋屁。嘘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你没找到念念啊？就这个吧，听听。商朗眼见私下无人，便对那小百合说道：“你丈夫对你冷淡，我也正是孤家寡人，不如今晚凑成一双。”哎，第一句就错了，四下无人，他怎么知道的？酒家女子本就是水性杨花，无甚贞洁观念。那小百合暗自想到，平日来往的皆是粗鄙之徒，不堪入目，何尝遇见过这样一位俊俏多情的先生，当下宽衣解带。放屁！都心里想的都知道，他有读心术啊。后边还有更厉害的呢。来这儿。此时，正是颠鸾倒凤，巫山云雨，有诗为证：一对鸳鸯进绣房，携手并肩上牙床，缱绻不知时日过。我呸！什么破事，太下流了！哎呀，丢死人了！这除了人名之外，其他都是胡说八道。这还没完呢，后边还有我的事儿呢。说你什么了？说我是一个混蛋加三级的拆白党，骗了妻子嫁妆，把姐姐送给军阀，赢遍了方圆十里地。与你相识之后，你为了赚我钞票，拉皮条，把水云楼所有的女戏子送给我当姘头。听听，是不是比起你来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呀？查这书，哪个孙子写的？骗不了他，打折的狗腿！已经派人去查了。不过这书呢，没那么简单。这十句话里边，总有三四句是真的，半真半假，造谣造的高明。先不说家常过日子和后台，只有亲近的人知道，就连上海饭局上的事情，也说得有模有样。我怀疑是在场的什么人参与了。现在什么时候说你跟日本女人有染？尚老板，你仔细回忆回忆，那天在日本菜馆，除了杜琪和雪之城，还有什么人认识？